当然，其实有两个，第一个就是这个动力组0.5，我因为没有进展，所以跳过。啊，另外一个专案是 G0.1 Photos， 啊，我其实原本只是想说让大家一起来上传照片，那不过今天有一些有趣的讨论发想，哎，这个其实可以做一个那个共创平台，大家的那个有点像那个什么 ET Blue 之前画刚刚报道 ET Blue 到全场去，好，哎，对对，就是那个平台可以上传那个创作品，不过 anyway 今天就是照片就好 ，OK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早上那个网页嘛 ，OK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有不少照片上传啊，比方说这 PB 啊，就是培真平台，这个谁在努力看看？哦，然后这是隔壁间的那个照片啊，公有地大行动。这谁啊？举个手，然后戴了顶帽子。哎，竟然有人把那个前几天照片来说，哎。这个是一个大帅哥，我们来看到。哦，大帅哥，看不出来是大帅哥。对，然后 ，OK， 很多照片。OK，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效果还不赖哦，就是原本都是我一个人做这个photo stream 嘛，那现在啊，之前可能大家用各自分散贴在脸书，贴在自己推特等等，现在有集散平台，大家可以在这边发布哦，那。照片集中起来，然后授权也表示清楚，你需要照片就可以来这边捞。啊，只是说，其实今天还发现不少 bug， 比方说我们这个网页，我是只有用 browser 测过，然后他们刚好旁边就坐两个人，一个拿 Android， 一个拿 iPhone， 然后两个都烂掉了，然后我就开始 debug。对，然后截至目前为止，大部分的 bug 都抵掉了，剩下一个问题就是 iPhone 有时候上传的时候那个图会被压很扁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张很扁的，我们找一下，哦，这一张好扁。不知道谁，因为我嘛，真是的，对，有时候会扁掉啊，那这是带客服的东西这样子。OK， 所以现在大家其实就可以手机拿起来拍一下，然后上传玩一下，这个东西还不来玩。对，那我的部分大概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。